tàn dần.那媳妇在上班期间被打成精神病了，我不知道没破几双鞋了，我为了防止这个鞋带没破，我你亲自被打了以后，然后这个四处讨要说法已经有半年多了。半年多你跑了几双鞋？三双鞋。我媳妇在今年三月二十一号晚上在上班，检查煤的质量，检查出送煤老板的这个劣质煤，结果被煤老板给打了。劣质煤关系到这厂的利益，我媳妇不愿意。煤老板被打了。哦。煤患者还说，厂里边领导就不管，你算老几啊？那还不行，给人送到法律制裁。两大在哭呀，打官司没钱，多是吧？对对对。谢谢那个，谢谢对我的关心，对我的关心。你说了继续走，还是背着这个轮胎继续为你老婆？对，继续为我老婆讨个公道。